28度的高温，狗狗都不知道躲哪儿好了。突然的温度升高，狗子们有点不适应，特别是豆包豆馅儿藏到爬山虎里去了。有这么热吗？出来，出来，里面虫子多，别上那里去。有那么热吗？要不剃光吧，剃光又不抗紫外线。花生本来就不舒服，这一下更遭罪了。是不是在这儿待着凉快？前两天还是10几度，这两天突然升到28度，狗狗还没来得及脱毛。哎呀，只能靠这棵大树性命了。这棵大树93年这个单位成立的时候，我刚来那个时候种的，现在已经变成了参天大树。你们要多喝水，我已经给你们预备了水。前院有一个水盆，然后这儿有一个水盆，然后锅炉房还有个水盆，你们谁渴了就可以去喝。这么热的天可别去太阳底下晒了，容易中暑。前两天还15、16度，今天居然28度了，热的狗狗都受不了了。一向愁眉苦脸的花生终于绽开了微笑。